连江县运动大会闭幕典礼，典礼开始。谢谢所有工作人员、裁判的辛苦，让所有的赛事顺利圆满的完成。我更要感谢所有教练、选手的辛苦、努力及用心，展现运动员的高度精神，服从裁判的判决，发挥胜不骄败不馁，不断努力向前的运动员精神。这一次我们有非常优异的表现，一共有护球、一杆、进洞两位选手，田径赛事有七项11人次破大会纪录，表现非常的优异。我们这次运动会的主题是够健康够幸福马祖站。我看到这么多的教练选手奔驰在各个竞赛场地上，呈现出欢喜奔腾、幸福洋溢的欢乐气氛。我在这里要谢谢所有参与同仁选手们的辛苦，我要表达诚心的感谢与谢谢你们的辛苦。现在我要宣布连江县107年运动大会圆满落幕，所有工作同仁明天补假一天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感谢大家热情的参与。2点钟，县长及议长将至码头欢送北竿乡代表队。2点30分，将欢送举光乡代表队。谢谢各位的莅临，让我们期待下次再见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赞。OK。赞。站住！站不站？站。站。站。好。来，中山国中，站！开始啊！来，站！
变色，来吧！一波小。